我看了，他说下列何者哈代表有非零的电流啊？他说电子哈，一个电子束往右移动的，代表它有电流是往左移动的。哦，就是负电荷嘛，电子负电荷，负电荷往右移动的话，等于是正电荷哈往左移动，所以这个有电流，有非零电流。啊，直子往这边移动，代表电流往这边，这个也有电流。啊，这离子哈，正离子往这边移动，代表电流往这边。啊，负离子往这边移动，也是代表电流往这边的。所以它的总电流哈是等于正离子往这边移动的电流加上哈负离子往这边移动以后，它的等效电流是往这边，所以两个要加起来，所以这个也有电流。啊 ，D 的话，他说正离子跟负离子一起跑，那这样的话，这个电流就等于零，为什么？因为正离子往上面跑的话，代表电流往上嘛。那负离子往上跑的话，它电流往下，所以两个就抵消了，所以这个没有电流。它这不带电的车子在跑的话，也没有电流，所以有电流的是 A、B、C。